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如果谁想咨询，找我单聊，谢谢。大家好，我姓王，我呢来加拿大时间不长，但是呢也起了一个英文的名字这个英文的名字呢应该也是比较好记的，根据我呢外语的水平不高认识26个字母第一个字母是 A 那么我就想到起一个英文名字呢，就 A 打头然后再选择这个名字。怎么能够大呢？大家纷纷给我讲，这个都是以 A 打头的，但是有一个我听见了因为啊，这个在市场上啊有两个系统，一个叫安卓系统，一个叫苹果系统。就是我的认知啊，我一听，哎，这个系统大，安卓这个名字好大，所以呢，我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叫安卓，也便于大家好记，谢谢大家那么呢，我就有了一个加拿大的名字我想呢，我介绍完，大家基本上也能够认识我，也能够记住我的名字在这边呢，我也做了一点小事儿吧这个第一件事呢是跨境支付把中国的钱搬到境外。所有的地方啊，全球这个呢，我是唯一的在国内合规的这个从其他的角度好像很难唯一在加拿大能够做到国内合规的企业了，跨境支付。第二一块呢，就是做了一个贷款平台，它呢能够实现的目的呢，就是让华人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拿到更便宜的钱。这是我们现在做的。目前呢也是在研发软件什么其他对接的一些东西吧。应该在春节的前后吧，我们的系统要上线。因为前一段呢运作了有半年的时间吧，效果都非常好，也感谢呢这个加拿大的华人的支持与关爱让我们今天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吧以后在这方面有需求的，一个是有钱想出来，一个是想用钱的，可以找我，谢谢大家谢谢安卓，肌肉安卓，肌肉。非常今天非常高兴我叫布勒尔吴我今天非常欢迎所有的朋友再来到我的演播厅就是贵客，那也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就非常的高兴大家可以一起来庆贺，希望我们在2022年会有个更好的开始那我这个演播厅是火花演播厅那我的公司呢，因为我们有好几个公司那这个制作部呢就是火花演播制作那我们叫 Spark Media， 那我们还有其实像多多都是装修是项目公司我们还有 Live City， 我们就是还有一个 Art 的公司就是我们有很多的项目公司合在一起的。那这样子呢，就是我们主要是做活动策划，还有活动制作策划这方面，就是还有创意因为我们也拍很多视频，拍很多那种病毒式传播的视频这方面我们也挺出名的，而且我们是一个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就是那我们在这个多伦多社区是很活跃的，就是我们已经是我们基本上是大陆社区第一间这个行业就是这个行业的创始公司，然后我们到现在已经做了1000多个大型活动我们一般都会帮很多大型的企业做专门的策划，帮他们来怎么一炮打响。其实多伦多基本上过去这10多年来，你突然看见有人出名了，那是因为我在背后搞的，比如老唐。这种例子其实很多因为基本上华社区这种，我们就比较擅长做这种，就是一些大型的策划，帮这个公司可以是脱颖而出这样子这是我们一直做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验创。
非常多的资源的，这就是传媒这方面。那所以我们公司现在呢，我们虽然扎根华人社区，但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是进入主流的一个公司，就我们现在目前所有项目都是在做主流，然后我们取得了挺好的成绩。就我们这方面呢，也算是一直带领着华人社区，就说哎，我们要去做主流了。那其实我们已经做了5-6年，那我们现在很多项目都已经做起来，然后在主流社区是非常受欢迎的，像我们这多多，这次庄周是吧？其实我们3月4号做那个基本上有点像是个里程碑一样的，就是非常的成功，这个各方面，然后现在很多的粉丝，有很多的数据库哈，有很多的这些未来的这些所有的孩子们都在我们的平台上啊。那这样子呢，我今天是很高兴的，认识大家，那也是很高兴老唐啊，就是做了这个局，我老唐十多年的朋友了，就是一起做了很多战斗啊，以前就是我们以前是搞过很多惊人的事件啊，都是甚至是全球轰动的事件啊，以前啊，就是合作了，所以呢我们是非常的熟的哈。那这里呢，我也跟李总打声招呼，李总也通过次电话啊，也是非常的谢谢他，就是来希望以后能更多的做一个梦。我4月份我们会去卡加里，所以跟李总打好招呼了。所以在这里呢，我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演播厅哈，希望今晚大家的过开心点，然后明年我们有个更好的2022。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晚上好。就是我听了这么多这个在金融行业哈、这个还有在建筑行业啊，这个还有在娱乐行业这个特别有成就的哈、这些怎么说，应该是说专业人士哈、这个企业家们哈、这个刚才的这个发言哈、我感到也是非常的激动哈、我今天呢，其实我是萧红的这个闺蜜哈、我们认识很多年了哈、今天非常走运，把萧红把我喊过来，他说 Angela 你过来吧，他说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所以我今天就过来一起来帮忙哈、我觉得也可以学到，通过今天这个平台，通过今天这个活动哈、其实我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虽然呢，我从事的是声乐教学，是跟艺术有关系的，可能跟金融是没有什么任何联系的哈。但是呢，我这个人呢，就是我比较爱学，所以我就今天也过来看看，向各位这个专家来学习学习哈。也希望老唐还有希望小伙伴能多带带我哈，让我慢慢也能涉足到这个金融行业哈。对对对，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祝大家这个今天晚上吃的开心哈、玩的开心，也祝大家在2022年哈、这个发大财，谢谢。那个我可以给你讲一下，好的。我们现在呢，就是说现在李总啊，李总现在把那个视频打开了，把那个看一下啊。我到后面给你介绍啊，神秘人物叫那给一饼，那轮到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那个没声音啊，有没有？哦，你那个声音 mute 掉了，就是说你那个没有声音。你那个静音了，他说。喂，不是他那个，他说。喂，我顺便在他调的时候，我顺便说两句。对，就是大家都知道，知道吧？买股票，这样就是买公司。买公司就是买公司的未来。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的股市就是很多公司下探市呢？他现在还那么多亏损，为什么股票涨那么高？就是因为大家看到了未来，看到了高科技的含量。那李总在这做，说李总在没声音，说说现在就是轮到李总，我们这个说话啊，这么说说话。哎，李总，你先生说话，听听看看我们，你能听到我们吗？啊，你好，你好。哎，好了。我嘉宾，你们好。行好。好，那个可以，我翻译一下。
那个这个这个翻译，这位是李总，他是讲英文，我就帮他翻译一下啊。嗯，好，谢谢你，嗯，好。各位嘉宾你们好、你们是你们都是中国人，还有华侨的精英，中国精英是中国人的骄傲，所以非常欢迎你们参加我们、加拿大风雨露西世界有限公司的趣事晚会，谢谢你们。我的国语不太好，所以接下来我用英语发言，然后我请我们的 VP 洪为我发言。没事，他讲英文，讲英文，我来翻译成国语吧。好，请。好。I'm come from Hong Kong in 40 years old. And my name is Li Jiao Chang, 是黎明的 Jiao 是鸡叫的 Jiao， 然后 Chang 是昌盛的 Chang， 我的英文名是Raymond Lai， I'm the CEO and President of Maple Leaf Greenwell， and I've been involved in the public company sector for over 30 years， and I've been involved inall these different types of sectors, such as mining, manufacturing, high tech, and agriculture right now. And those companies that, you know, some of the company has over 1 billion market caps when I was there. And even with Maple Leaf, one time we've been reaching 300 million market caps. Hong? Hey.好，谢谢，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从事这个上市公司已经有30年了，负责这个金融、矿产、高科技等这个上市公司，曾经市值到了100多个亿。MGW 公司，我曾经从penny stock 开始做起，做到个三个亿，And during my 30 years, you know, involved in public companies, I never break any rule of the exchange or security commissions. So, you know, I believe that, you know, when you play the game, you gotta obey the law.Or the rules or the games in order to be successful. But that's my philosophy. 在这个三十年当中，我投入了很多的资金和这个精力，我也有很好的这个投资理念，所以从这个把这个公司从很小一直做到非常瞩目的这个公司，当然我不一定是 exactly 按照他的这个翻译来那个啊。And also, I believe you know, like investing in a public company in the public sector, that's the way, the most safety way to invest. Plus, that's the only way to be rich.Look at the top 10 richest people in the world. All of them are involved in public companies. So I do believe that, you know, with the public company sectors, you know, the investor has the most safe way to keep their money and also the most profitable or variable return. 那个，接着小明这个翻译一下，可以有些就是说这个领域比较多，对吧？刚才这个钟先生也知道，因为这个上市公司吧，就是说它有很多规矩，对吧？必须是说按照上市公司的这个证监会的这个法律法规，对吧？它呢，在这方面，上市公司有30年的经验，
所以对法律访问也讲得比较就是非常重情，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想把生意做大，特别是上市公司做大，那就必须遵守这个法律法规，然后呢能够这个，然后呢这才能够使公司或者投资人处于有利的保险的位置，对吧？这是这样一个事。对对。And also that, you know, all the activities, you know, the money we receive, the money we spend are all audited by an independent auditor. And also that, you know, like we'll report this audit report to the exchange and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 yearly basis. So it's kind of tough that for anyone to kind of try to cheat, you know, the auditor or the exchange or the security commission all at one time.作为上市公司来讲呢，就是说第一它有这个监管，第二呢这个财务啊会计啊审计啊就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呢这个所有这个资金啊这个进出啊各个方面都是受监管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呢就是对投资人呢就比较放心一点，对所有的都受到政府和证监会的监管。对，and when I joined, I will give you a little bit background of Maple Leaf Greenwell too. Like when I joined Maple Leaf Greenwell in 2008, and Maple Leaf Greenwell is still a penny stock. And I have raised about over $20 million for this time. And I make Maple Leaf one time of over $300 million company, market cap company. Okay, 李总呢，他刚开始接这个 Maple Leaf 这个公司的时候，对吧？陆氏世界这个公司的时候呢，那是一个 penny stock， 就是说几分钱的，就是那不上眼的。他融资了2000万，以后这个公司呢，市值一度达到3亿，这个是这个意思。自2008年开始成立的一个公司，当时是通过 private。这个私募资金一下子从 penny stock 一直到市值，三个亿，对。Now when I joined the company is doing a reforestation for Chinese government. So we invest, you know, over almost $10 million to build greenhouse to grow these small seedlings for Inner Mongolia government.And we've been doing that for 2008 to 2014 until the government cut down the budgets. So we decided, you know, to move the business back to Canada. 在以前呢，就是08年到14年，他在中国内蒙古啊搞了个造林，对吧？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就是政策改变以后呢，他把在中国的业务呢，就是移到了加拿大了。嗯。Yeah, and during the time that we did donate quite a bit of money to the Chinese anti-desification fund and set up this so-called Maple Leaf anti-desification fund. You know, we're just trying to contribute something back to the, to our motherland that way. 就是我们李总呢，他因为在大陆啊，他们赚了很多钱以后呢，他们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就把这个对基金会呢进行了很多捐款，就是数百万的那种。Yeah. And then in 2014, we applied for this marijuana license from Health Canada to grow cannabis and hemp. But however, like we've been waiting for a long year to get the license, plus, you know, it's too many regulations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also the black market.There's too many black markets around. So it's kind of tough to do this business in that industry. So at this time, our last year, we start thinking about change business and looking for opportunity. You know. 他那个开始呢，就是把生意拿到加拿大来以后嘛，因为加拿大不是要开始这个大麻呀，什么旱麻呀，就是要合法化。因为他也看到这个机会，
所以呢想进入这个领域，但是因为加拿大的这个 regulation 啊，就是审批啊，各个方面啊，都是非常的麻烦，所以呢，就是搞了几年以后，对吧？就是其实是所谓比较艰难的，然后呢，他就开始呢，现在就是想到这个要转换，因为他搞了很多上市公司嘛，转换是比较快的，所以今天就是他刚才讲的这个。And then, one of our previous employees in China, we are honored to meet Hong and her husband, Mr. Tang, the Warren Buffett of the Chinese Warren Buffett. And I'm really honored to meet with them. And they have given us so many billions and wearable ideas and also strategy, game plans to help us out.通过他在中国因为做生意以后，我来认识他的生意的国内的合作伙伴，就是他说他非常荣幸的认识了我们，认识了我，对吧？那就是说我给他出了很多点子这个主意，他呢就比较认同，并且呢就比较欣赏。谢谢。And Mr. Tang have a very knowledgeable.Of the market, how the market operation, and how the outlook and the theory behind all these market, you know, operations. And I'm really impressed, even the 30 years in my life of public company, I met with a lot of advisors and consultants, but nobody give a better idea or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out from nothing, let's put it this way, than Mr. Tang.他呢，在市场上已经待了30多年了，就是见到这个专家呀，就是各个方面的人才都在要死，就是说，就是他就是我的这个啊，给他的一些主意啊，一些想法呀，这个就是对市场的理解呢，是给他有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对 ，and then also realize that in Toronto, there has so many you know talents.And Chinese that, you know, businessmen that have billions idea, and they are the, I would say that they're the proud of our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 really appreciate that. I'm really glad to meet you guys too. 他说多伦多是传统卧虎的地方，多伦多呢有大量的这个人才资源，就是说他发现这个多伦多这些人才啊，他就是觉得，就是说也是我们整个海岛华人的骄傲。So that's why I have a serious talk with Hong and Mr. Tang to invite Hong to join us as a VP for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public relations. And believe me, you know, it take me a lot of convincing for them to join us.And also, I can tell you that, you know, like, I give them the most, high compensation package you ever see. And I think it's worth every penny of it. 这个通过他对我们这个特别是小红的认识以后呢，他就是这个决定呢，就是说请小红，对吧？做他们的公司的企业发展与这个公共关系的副总裁，并且呢，他给了肖红呢比较丰厚的高薪的待遇，他认为他这个待遇是非常值得的。我插一句啊，我真的是相中了69，我真的没想到我还会有这么好的一天，真的每个月付20000，我都想都不敢想，真是非常大气，非常啊 nice 的 boss。好，请李总继续。李总啊，谢谢你。Yeah, and with Hong and his team joining at the company, I believe that we have.Make the company stronger in a way that any company, the first thing or the most important asset
his personnel management team. And with Hong and the team joining us, I think we have the most valuable talents and ability of the management team to help us to move forward. 这个 Maybelline Green World 的这个上市公司呢，他正式的任命了我们萧红同志作为他们的公司的副总裁，对吧？刚才讲了，并且呢是高薪聘请，我们也是谢谢，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这个李总对萧红或者是我们的信任，是吧？这么大的鼓励，好，谢谢你们。And as you know that for successful company, doesn't matter if it's public or private company, first is the management team. And for public company, then also that we need like a higher market cap and higher liquidity. And in order to give a return, a reasonable return to the investor and shareholder. And with this team in place,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we are ready to move forward.还有就这个公司吧，这个当然了，一个不管是私有企业还是上市公司，人才是第一位的，所以有了这个公司的人才呢，就使得这个公司就能够就是活起来，对吧？他刚才讲的就是说能够把就是提高这个公司的价值，股东的这个利益，并且呢使公司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资金的流动性呢、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资金的进入啊，然后呢就是提高这个就是极大的提高这个效果。Yeah, and I don't want to waste you guys too much time. I just want to kind of give you a summary. Like our objective, you know, right now is change business, so we can acquire or merger with.Some profitable projects or entity to make the company, you know, become a more dominant, you know, place in the market. That's the first thing. And then with that, we can increase our market cap because there's this entity, the profitable entity joining us. And also our other goal is to also increase our stock's liquidity. And also bring in a value for the shareholder. And I have to say that we just engaged Hong and his team for 2 weeks now. Our market cap has been increased 50%, and our daily volume, trading volume, has been double or triple since then. So I have to give a hand to Hong and his team for his help. 谢谢李总。刚才这个李总说了，现在就是也不想借大家很多时间，对吧？大家的宝贵时间，现在就是最后一下想说一下的，就是说，有了这个团队以后，这通过这个上市公司呢，就是能够跟，对吧？跟大家提供更多的机会，就是指人才、资金呢、啊，能够聚在一起，能够更有效率的，就是为投资人啊，当然了。这个是有利益的嘛，这是我天天说的这个。所以呢，这个李总呢，就是始终的这个人呢，我们跟他接触以后啊，这个人是特别好，对吧？特别是关心人、爱护人、重人才，对吧？比较信任人，这个是我们这个多年来就是很难见。谢谢李总，谢谢李总啊，我再谢谢你们，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Okay, enjoy your evening. 给大家新年好，给大家新年好。谢谢李总，谢谢李总。现在我们请这个新任的啊，公司上市公司的副总裁说话。欢迎。谢谢李总，很高兴啊，今天来的都是大部分都是老朋友，是很特别的朋友。说实话，今晚上是跨年。大家能够在这么特别的日子来到这里呢，而且呢还花这么高的门票，那真的不是普通人，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了。然后再加上有眼光，
来到我们这里啊，来寻求更好的机会来的。我在这里再次对大家的光临表示感谢。刚才李总也介绍了我们，我真的是没想到这么幸运啊。通过我们以前的老朋友，然后我们认识了李总，认识李总以后，我们就开始互相的这个了解，他对我们的事情早有了解，但是呢，这我们接触以后呢，我们就了解的更多了，更仔细了，再加上我们在金融行业这个三十年，我来这里整整三十年，一天都没停过，没在家待过一天，一直在这个金融行业拼搏，所以李总对我们的这个经验啊和这些想法呀、都特别的认同，特别的赞赏，而且呢，刚才我们说到人特别特别的好，我们一进来就给我们这么高的回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激。我真的我觉得我跟香港人特别有缘，就是过去的十年啊，好几位香港人以前都不认识的，给了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啊、都是主动来那个，就是我也跟个别朋友说过，我以前的有几个香港朋友，李总也是从香港来的，就是这香港的地方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对我好啊。当然，我们的大陆朋友也有很多在这个，特别是过去的十年，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啊。我们这个 Maple Leaf 的。我们这个上市公司啊，刚才李总也说到过，自从我们这个接触半个月以后，我们的一些很多想法呀、很多的这个理念啊，都很 match， 而且呢，唐先生有很多的主意，我们啊一起的这些主意啊，我们最近的股票已经升值了50%，这个 volume 已经增加了2-3倍，这是很可喜的。这个业绩，所以呢，李总也特别的看重我们，看重加拿大市场，因为我们告诉他，在加拿大藏龙卧虎，有非常多非常多了不起的企业家，像你们各行各业的企业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因为我们大家都在找上市公司，很难找到，像我们这又是上市公司，又这么好的发起人、领导人、带头人，一个公司的发展怎么样，这个 CEO 最重要，发起人最重要，他的愿景、他的这种大度和这种眼光令我佩服。我相信大家今天晚上到这来了解了这个机会以后，对我们在新年里头寻求这个发展项目啊，发展机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而且是一个很就是你想不到的一个 surprise 的一个礼物啊。所以呢，再次感谢李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也是给我们大家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平台。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呢，我们接下来在仔细的商讨，仔细的这个探讨啊，更多的看我们大家把你们有什么的想法，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合作的，大家可以尽情的讨论。刚才侯先生啊王先生啊都介绍了你们各自的生意，看我们怎么能够大家一起能够交集到一起来，通过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又是我们华人，跟老外很难找得到一起，说实话。我们尝试过这个啊，这个种族这个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这么好的平台，我们一起腾飞，希望大家2021年这个不管过得怎么，2022年更加美好啊！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李总，谢谢你。OK， 不抓了，妈妈啊，再见。谢谢我这个，他你看他这个是这些的，刚
刚才这个 Jasmine 说我没介绍，介绍当然就大家我简单介绍一下，马上就要吃饭了，因为大家都这个我有过，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所以我们已经有无数片。但是今天要讲的事情呢，就是大家现在也看到，我稍微讲呢，就提个一点啊，就一点神秘的东西。我这个十多年呢，其实呢，大家都知道，这个非常艰难，非常艰苦。直到碰到李总以后，这个 everything change， 就是什么都发生变化。因为什么呢？我一直梦想着有一个工具，对吧？运载工具，火灾火箭啊，上天啊，所以呢，终于找到了。所以呢，这个东西是在哪里？就是说，刚才李总，我们就这个公司，因为我们就我们一建立以后，刚才讲了，就四十，其实刚才讲保守是50%，其实我们已经翻了一倍。所以呢，就关注这个股票。对吧？我这个里面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股票你看是怎么像子弹飞一样，股票是怎么飞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刚才李总也强调了，我在市场30年，今天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这个东西呢，最关键的是说，不是我，这位公司，这个侯总、王总。五种，就是我们要开那个崭新的世界，就是通过这个，对吧？上市公司给大家一个，对吧？不是每个人可见，推大家的可见，这个东西呢就不一样了。所以今天呢，很高兴能够见到大家，在今天这个2021年的最后一天，对吧？明天就是2022年。所以呢，看到新的迹象，刚才讲了，我们以前的时候，你知道以前的时候，我是个融资专家，大家都知道啊，每个人都找我融资的，侯总也找过，吴总也找过，李总、王总都找过我，我何不想融资啊？但是没有办法，融不了，因为什么呢？你没有位置，没有工具，没有资金，什么都没有。现在好了。我们什么都有了，就看明天了啊！好，谢谢大家，我们吃饭。来，现在开始。刚才这位美女啊，那个我们因为开酒的那枚那个，她急急忙忙要跑到外面去帮我们买了一个回来，真的太感谢了。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正想那个，那简短的给大家介绍进去。啊啊，那个。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徐爽，这边很熟悉，有那个萧红呢，是我多年的好朋友，然后我们就像姐妹一样的，然后一起经历了一些很多的事情，所以彼此了解。我呢，我是成都人，然后呢，我是做股票的，所以我是97年的时候从深圳移民到加拿大的，然后我91年是从成都移民到深圳。然后就在深圳开始是当时的第一批股民，就那时候就开始做股票，所以对股票呢又和那个唐先生是同行，所以对股票是非常有投资经验和心得。然后和萧红呢，我们就兴趣爱好各方面都很相同，所以一说今天有这个好事儿，我还不知道身为副总裁了哈，特别特别恭喜，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开始。就是说那时候我算半年会怎么样？对呀，然后你会很好，然后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会很好。算了命，我知道，因为我稍微懂一点点易经，然后我认识的像我们深圳同乡会啊，还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懂一点易经的，而且是有一些高人在里头。然后他就说，今年和明年属龙的，还有属鸡的，会有非常非常不一般的，就是旺的不得了，而且相旺好多年。最好呢，像我是属龙的，我是属鸡的，所以我们俩是很就是六合就很深的，所以我就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就是过去的经历了很多，其实是让我们成长。每一个人，我想在座的每一个人生都不可能是说是顺风顺水，都是起起落落的。但是经历了这一系列，都让我们成为更有智慧，然后是更坚强。而且是，我就觉得，就我们其实经历了这些，我们是升华的。所以我就恭喜，
而且期望在2020年，不管是在事业还是家庭还是各方面，在座的各位都是这样子的哈，都是宏图大展，心想事成。谢谢谢谢谢谢，讲得太好了。属鸡，我们两个说龙凤呈祥。那今天我说实话，我们昨天定下来，然后今天又去买东西，然后来之前呢，我就一直在，还有我儿子帮很大忙，就在家里吵啊弄啊，弄得我就是眼睛也睁不开，头也是有点晕，就是在那个排风扇啊弄得太那个了，可谓是一点心意啊，改。过完节以后不是那么忙的时候，不是疫情不是那么那个的话，改天再请大家专门准备那个一点充分一点，就是专程请的啊，来请大家那个入席，然后边吃边聊啊，这个开酒的好不容易来的啊，现在每个人接水，对呀，来喝杯。儿子，下午就是我们两个在家里弄完了。没有，今天我跟你讲。我昨天在 Costco 看今天我们是自己的这个羊排，还是今年是叫了一晚上嘛，对啊，不叫一些，对不对？咱把以前。